怎么又生气了？你说呢？昨晚吵啊吵啊，叫你爸睡着了，你尊重我吵架吗？我尊重了呀，我选择不吵。不吵也没让你睡觉啊。那不睡觉不就又吵了吗？你知道我那时候的生气吗？我知道呀。你知道还睡觉？那你也可以睡觉呀。那我不是被你气到睡不着吗？那我怎么就能睡着呢？是你期限太大了。不是说好不吵隔夜架的吗？没隔夜呀，不是0点以后吵的吗？我算着呢。我现在还是很生气，你说怎么办？别生气了嘛，怎么又生气了？你就这样哄人呐？那你要怎么哄嘛？给我买个包。哦，你要叉烧的还是豆沙的？抖音。